太上说法时，金钟响于百岁长角地，群魔赴乾陵。天发散发于华谷镇名城，诸天更散在金铜五妖气。燕青八霞光，照一归一心。朝花道花高，意是云深。急急如律令，要守。我们来谈震天演唱啊，震天演唱啊。洪师认为是那个七脉轮哈的比较高阶的脉轮哈。母华印心啊，灵邪无相，贤为道法啊。那这在说，事实上都不是有形的哈。都是无形的想法啊，很微妙的哈，很细微的哈，不利文字，普传广释哈，广传普世，直指人心哈。那宗教哈，要令人感动哈，您还是要是，不是按科班的哈。为了是要成就本来面目嘛哈，成就仙界嘛哈，那仙界是属于那种不朽的哈，不朽的哈，不朽的想法哈，铿锵有力的哈，我们要有那个独立的那个思考哈，以及善感善哈。所以说，洪师在说哈戒定慧哈，这个戒定慧当然，我想不必以过去的那一个方式来谈哈，因为本身原始佛教印度斯里兰卡的戒定慧三邪哈，三邪不一样的哈，我们来谈戒哈。以灵为戒啊，去贪嗔痴啊，随顺因缘啊，那这个叫靠循哈，叫做很小心的哈，处处小心的来生活啊，不要违反自己的良心了哈。谈定哈，定是定静安虑的哈，从定开始啊。我们得到心灵的想法哈，要从这个安定安静哈开始哈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。那我们用定去观察世间也是一样啊，圆如中道。再来谈慧啊，刚刚说的圆如中道哈，现在来谈智慧哈，那事实上是圆满啦哈，在谈圆满。有漏就是无漏先解啊，不管你修的程度怎么样哈，我们都是要沉淀再来哈。我想每个人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哈，没有高低，只是不一样而已哈。欲中无禅，禅中无欲啊，你要静心禅坐哈，就不要有欲望了，简单了哈。那这个是我们好想啊得到的东西啊，但是时间久了自然会得到了哈。同时说身受心华，情事本无啊，我们试炼住哈。原始佛教的一个根本是身受心法啊，苦集灭道啊，这些都是谈无形啊，谈无形啊，无形啊，到最后是圆满啊，圆满啊，感谢您，谢谢大家哈，时间到了。